今日头条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耳科赵医生。现在您收看的视频呢，是我用耳内镜对一个特殊的病例进行操作的过程啊。这个病例是一个中耳胆脂瘤啊，传统的中耳胆脂瘤，或者是说大部分的中耳胆脂瘤，因为深藏在中耳内部啊，跟外耳道有骨骼或者是骨膜相隔开，所以说啊，操作的时候呢，如果要清理，必须要通过手术的方式将这个骨骼切开，或者是将骨膜啊掀开，才能露出这个中耳胆脂瘤。所以这个一般清理中耳胆脂瘤都会比较的血腥啊，所以不太适合在这个公共场合播放。但是这个病例呢很特殊啊，它这个中耳胆脂瘤已经对中耳的外侧的这个骨骼造成了侵犯啊突破。导致中耳跟外耳道直接是相通的啊，所以说可以通过耳内镜啊，在门诊没有麻醉的情况下，直接在外耳道进行清理。当然，这种清理是不彻底的啊，因为它这个突破，它这个骨骼破坏的范围比较小啊，并不是一个充分的显露，所以只能清理一部分。当时我是说大概想清看能清理多少，然后再让他去做一个中耳的 CT 啊。可惜后来这个人，我把单子开给他就一去不复返了，连这个耳内镜检查操作的费用都没交啊，可能确实也是比较困难，这个没办法，这就是生活呀。刚才用钩针啊清理出来了一部分，再用中耳的小钳子，大家注意一下啊，现在这个小钳子它是一个直的啊，或者我们叫零度的，一会儿会用一个带角度，另外一种啊上翘的，大概45度的一个。因为这个这侧的那个突破啊，中耳骨骼破坏的口有点小，所以就像做一个坛子里的这个操作似的，很小的口，那里边膛比较大啊，嘴儿小肚子大，那么这个器械呢拐不过去啊，哎，这个就有点靠近深方的时候就很难。哎，这还不错啊，夹住一块，这块是在听骨啊之间，它下方应该就是面神经。中耳胆脂瘤出现这种效果的不多啊，几年我可能再碰上一个。现在这区域都是从上骨室啊，我们叫中耳的一个上骨室区域清理出来的。真的，如果是说手术的话，跟这个也有点类似啊，会是用电钻啊，在刚才这个区域先给它切开，电钻把骨骼切开，然后再用器械进去清理。但是这个人他就直接啊，还没动刀呢，自己就已经烂开了。这双侧的啊，它这侧有，内侧更狠，内侧烂的比这侧还大。这侧因为烂的口小啊，里边的东西能清理的真正拿出来的不多啊。那视频画面上放大了很多，这就是那个带角度的中耳显微钳，它是40度角，可以啊仰头伸进去咬。夹住，剩下的区域已经超过了这个
器械所能达到的范围了。胆脂瘤这个形成的病因啊，到现在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定论啊。跟幼年的中耳炎可能是有关系，有一些是先天的，没有任何原因，有的时候出生就有，出生就有啊。很多疾病都是这样啊，能找到病因的疾病啊，并不特别多啊，其实是少数。明确疾病的病因都挺好治的啊，都是可以治疗的，但是或者说大部分可以吧，但是有一些病因找不清啊，找不到，或者是说即便是找到了，已经不可能扭转这个病因的作用结果的时候，那都不行啊。有一部分疾病病因一解除啊，这个就可以康复。胆脂瘤也是这样，胆脂瘤早期范围小，那么你手术清理的时候呢，它实际上造成的损伤就小，啊，如果你拖的时间长，它这个周围破坏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大，不光是这个，在耳朵有一小部分胆脂瘤，甚至是可以侵犯到脑组织里，造成这个脑脓肿啊，都有可能。现在少了，以前。我师傅那代说，他们经常能够碰得到，当然因为现在抗生素的这个广泛使用啊，因为胆脂瘤突破进入到脑脓肿的，很少见了。只能啊，通过外耳道只能清理到这种程度，深方我估计至少还有一半以上，在这边啊，屏幕左上角这个区域就发红的这块的骨骼还没有被突破啊。如果手术的话，这块骨骼会被切掉，把它里边的这个胆脂瘤彻底的显露出来。现在有一种新式的这个切割骨骼，传统的耳科手术器械在做骨骼的切割的时候呢。就跟牙科的那个电钻有点像啊，但是我们的电钻要更大一些。最大的电钻有1厘米的直径啊，甚至还有1.5厘米的。好，这是它另外一侧啊。那现在有些新的叫超声骨刀啊，因为这个电钻，传统电钻做耳科手术是在显微镜下操作的。那个有的时候如果用眼镜再使用电钻很危险，因为外耳道。你的空间，包括中耳的空间都很窄，这个电钻切割钻1分钟几万转，4万到6万。我们现在用的是1分钟4万钻，1分钟4万次的这个电钻啊，这个切割速度相当快，稍微一碰到这个耳内镜，这个内镜就完蛋了啊。像它这一侧啊，这一侧这个外耳道破坏的，更狠。深方可以看到这种胆脂瘤的组织啊。不好取啊，哎，需要有点耐心。小钳子夹住一点啊。露出了一小块冰山的一角啊。不好夹，一捏它往回缩啊，一夹它往回缩。这里的空间非常窄，我这个钳子开口前面的距离大概也就是1-2毫米啊。
钩针进去，把它稍微挑一下。换另外一把啊，叫中耳的鳄鱼嘴钳啊，这个钳子的咬合力要比那个前面那个中耳小显微钳好一点。带出一块儿，里边还有好大一块儿。这个时候，大家有的时候已经有点着急了吧？看了这么半天，一点点可以啊，这回出来一个大块。这个真是在脑子下方。经常有鼓掌的功能，加一个这个小鼓掌。这侧应该是超过一半被清理了，它有一些角度呢还没有完全显露，因为这个骨骼没有完全被打开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！大家如果有医疗咨询，请通过我的新浪微博"耳科赵医生"啊！谢谢大家收看。